二一，全力支持十二怪盗，欢迎 Mira。 欢迎。二怪盜非常之有氣勢，非常威風啊！多謝，唔使客氣。好啦，咁咧咁有氣勢啦，我哋不如問一下 Lockman 先啦。即係適逢今日係首映嘅日子啦，你而家嘅心情係點樣咧？又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心情係開心啦，見到咁多人，咁又有好多人要多謝啦。咁首先要多謝我哋公司 Makerfield 啦。跟住要多謝安樂電影啦，仲要多謝我哋嘅導演 Barry， 我哋監製 George King 同埋製作組，因為佢哋做咗好多事前功夫，令到拍攝非常順利，所以要辛苦佢哋同埋多謝佢哋，多謝。多謝。咁想問下 AK 啊，呢一刻又有啲乜嘢想同 fans 講，或者你感受又係點樣咧？知道大家期待咗呢套電影好耐啦。咁希望大家喺呢個復活節假期睇得開心，然後睇得開心之餘咧，將呢套戲分享俾你哋嘅朋友睇，多謝。我相信佢哋睇你嘅電影一定係會非常之開心嘅。咁不如問下啦，即係都問下 Frankie， 今次咧即而家就真係嚟緊咧，各位觀眾要睇你呢套嘔心瀝血嘅作品啦，感受係點咧？感受啊，感受我覺得都真係好興奮啊！因為第一次拍動作戲啊，同埋我哋十二個一齊拍咧，其中有啲場口亦都係一鏡到底咁樣。咁我相信觀眾睇完個反應都會哇哇聲，咁我哋就好開心啦。咁到時就聽下呢個戲院入邊有冇哇哇聲啦，各位。未公映的時候就已經有這個互動體驗場，我相信很多粉絲已經是先睹為快，你有沒有收到風啊？其實有些粉絲跟你說特別喜歡這些場口，或者你推介我們各位粉絲要特別留意哪些場口呢？我想大家應該每分每秒都很喜歡的，是吧？是的。但是如果我個人推薦的話，可能會是其他成員都有提過啦，最尾有個大家一齊大打鬥咁樣咯，即係除咗有啲動作場面之外，仲好似好考團隊默契咁樣，咁所以我覺得同埋拍出嚟嘅剪接啊、效果啊各方面，我覺得係都幾值得欣賞嘅。所以整套戲大家都是要擘大雙眼去看他們這麼用心用力的作品、其實 Mira 今天來借票當然是要多謝你們的支持啦。不如我們邀請 Mira 都跟我們的各位影迷一起拍張大合照好嗎？麻煩我們邀請 Mira， 我們都是坐在第一行的，麻煩了。